小子，挺有钱的嘛，都交出来吧，别逼我动手。干嘛？这个链子不能给你。没听说过打劫还有讨价还价的。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只有这条项链不能给你。少废话，这么名贵的项链应该值不少钱。小子，你玩阴的是吧？汤尼，哎，赤哥，哎，我帮你搬。啊，谢。哎，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搬东西？啊，阿七家今天也是提前下班了。哦，那记得以后搬出去叫我啊。啊，那边有什么动静？好像我们学校公子哥夏雨熙。你们认识？顽固子弟，我怎么会认识他呢？啊，那过去看看。走。住手！你们找死啊！放下！放下！没事吧？伤到了吗？送你回去。告诉你，没有你，我去照样打我。严彻，玉溪。下车！你们家怎么连你家都不认识？哥哥，你这怎么了？你怎么弄成这样啊？雨熙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呀，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你昨晚少爷不在，过得很愉快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怎么喝这么多呀？还满身是伤呢？没事吧？你装什么好人？没什么事啊，大伙该吃吃该玩玩，哎，没事没事。我爸就是因为你负了我妈那么多年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！你说什么呢？你叶邪，叶邪，冷静点，过来，走，回房吧。文英实在对不起，这孩子太不懂事了。这，夏叔叔，我和妈妈先回去了，再见。没事。
爸，你还记得我和哥小时候的事吗？记得，怎么能不记得呢？那时候你们俩总爱围着我坐，成天嚷嚷着要玩骑马和空中飞人，缠着我给你们讲童话故事。那时候您可是哥哥心目中的大英雄呢。真的吗？他把我当成大英雄了？是啊，那时候只要有坏孩子欺负我们，哥哥就会这样，哼，你们都走开，小心我让我爸爸来把大白龙叫过来，把你们都叼走。爸，其实哥哥对您的叛逆是因为还无法忘记心中的包袱，但是我相信哥哥对您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哎，爸，这不是你送给哥哥的成人礼吗？雨熙，白天的生日宴会玩累了吧？还行。过了今天的生日，你就18岁了，成人了。爸爸有份成人礼送给你。放了吧。咦，这不是昨天晚上送我回来的那小子吗？是啊，他昨天晚上骑摩托车带你回来的。哎，你满脸都是伤，昨天晚上怎么回事了？怎么回事？我还没问你呢。
一大早上的拿张我不认识的男人的照片看得心花怒放的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谁心花怒放了？这不是刚起床，房间热吗？还找借口，大清早的，凉爽得很。喜欢就直说嘛，哥帮你。谁说我喜欢了？还不好意思呢。告诉你，凭哥的恋爱经验，搞定他跟玩似的。不，比玩还简单。不过，哥帮你，你得先帮哥一个忙。又让我去。我受害者，你不去谁去啊？要不我跟你讲讲昨天晚上延车的事吧。爱说不说。我还是跟你讲讲吧，这样好让你有点动力。那时候他从天而降，太帅了。他真的两下子就把流氓全打跑了。那当然，流氓刀子忘记拿了，东西全还给我，屁滚尿流就跑了，可把他郁闷坏了。他太厉害了。要是他能教我点防身术啊，我以后还怕什么酒吧宿醉、流氓抢劫，无敌了。对呀对呀，哎，不过哥哥，你以后还是少喝点酒吧，多不是啊。哎，那倒也是。哎，我要是不喝酒，那小流氓三两下搞定。对对对，您是谁呀？好了，老爸那边。哥哥，爸爸真的很担心你，你就真不准备和他谈谈吗？而且哥哥心里还是有爸爸的，要不怎么爸爸送给哥哥的成人礼，你还一直珍藏着？我的故事白讲了，啊？哎呀，头痛啊！哎呀，哎你，哎呦，浑身疼，头痛，哎呦。哥，那是我的床，要躺回你房间躺去。装病这招就不能换换吗？好吧，我下去了。